更换衣衫，持雪昭和兵符到西郊大营点兵，入城平叛。你每次遇险求救，总能碰上。若老天有眼，一定会给我机会，再报答你。这么报答？以命相仇。说句吉利话来听听。我等着你回来。有你等，我一定回来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不但回来了。 还加官进爵，就是为了今日跑到这里来，耀武扬威。我只要拿一样东西，我说过，有一天一定让你们双手奉上给我。你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到12点。